节目可以让各位好好的啊带来一个美好的回忆，也希望各位能够拥有愉快的夜晚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咱们再见。好，然后把时间交给我们。好，你看啊，你喜欢在哪里拍，我们就在哪里拍。我好开心啊！今次咧，我又可以见到我嘅好朋友，台湾红歌星刘明珠同埋陈思安，佢哋咧今次咧就系跟一个台湾嘅歌舞团嚟多伦多，威鲁海外嘅侨胞，咁咧系一个大型嘅演唱会，好好睇嘅。咁咧我都有嚟探佢哋，同埋去睇一个表演。Champ Zion.男生，我们男生看到后面，对，我们大概排个三排左右。